大家好，我是不断在错误中成长的朱教授。在养死了那么多的植物之后，今天我终于开窍了。我发现了一个我之前一直在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，那就是供养的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追求一个懒人种法，就是浇一次水，我就可以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不管它。但是自动浇水带来的问题就是土壤就一直是潮湿的，而潮湿的土壤就会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缺氧。植物虽然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水资源，但是潮湿的泥土却隔绝了它获取氧气的能力，于是植物开始萎靡不振，进一步的腐烂到死亡。所以我发现了之前我设计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失误，就是忽略了花盆的透气。所以今天我紧急的修改了我所有之前的设计，给它们都增加了透气孔。比如说这个盆中盆就是很典型的自动补水的 wicking pot，而这个上面装土的盒子呢，是密不透风的，很容易就让植物缺氧烂根，最后死去。所以我今天紧急用烙铁在它们身上都钻出了很多的洞，希望这些洞能够给它们通风。另外，我所有的类似的设计，比如说牛奶盒子，或者是杯中杯，或者是盆中盆，我都在装土的那个瓶身或者是盒子上割出了大大小小的洞，给它们更多的空气交换，让植物有氧气可以呼吸到。这是第一个措施，能够增加我们植物的供氧。第二个方法是人工通气，利用小木棍儿在泥土中戳一些洞来，空气也可以从这个洞直接深入植物的根部，它们可以从这些洞里呼吸到空气。但是这个操作有点费时费力，不符合我懒人的宗旨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终于想到了伟大的蚯蚓，这就是我想到的第三个重要的应对措施：抓几条蚯蚓过来。蚯蚓是天生的打洞能手，它一来到新家就在不停地往里钻，在钻的时候就帮我们为植物打通了一条条的通道，这些通道都可以让植物来呼吸空气。所以今天的这个更新，大家学废了吗？首先是一定要在瓶身上或者盒子上打出足够多的透气孔，其次是在泥土中用小棍儿扎几个小洞，帮助它们透气。最后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抓几条蚯蚓来，让蚯蚓来帮我们打工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请一定要持续关注我哦，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发现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。再见。